只有树林奶奶是华龙王，算了，我站起来，算了，我给你起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能不能过日子？听说你什么情况？我不要，你们俩怎么一见面就打架呀？你们怎么能打我？ 老师，学校书上的传纸条，到了同学。哎，林祥之可能就是不爱和人打交道吧？你们会不会害怕他？我相信女人的直觉，绝对。你们俩呀，就八卦了，最好。